大家好，我是林董。今天是 Vlog ABG 的第三天了啊！你们的选择都真的是在我预料之内啊，果然没有错，你们选的都是选 B， 是快点吃三餐。可是我唯一没有预算到的就是呢，我起床的时间。而起来的时候呢，已经差不多五点多了。哦，不，怎么这样累？这几天一睡一睡要这样吃哦。可是不用紧，既然你们选了十块吃三餐的嘛，我会尽量开三餐给你们。等我看一下，我十块钱我可以吃到什么东西，就这样子。然后现在呢，我要打包我的第一餐。不过第一餐我多数都是很少吃的，我都是买水喝罢了啦。啊，来来，好了，兄弟们，来，够了，来。现在来到家里，我被爸爸当呢打包一个咖啡冰，因为真累啊，都要靠咖啡补点精神先。Say hi， 你的 YouTube 咩 ？YouTube 那么，肯定要 update 你份，但是 subtitle 它的 English 没有啊。现在我第一餐呢就买一个咖啡冰，2块钱。best， 知道吗？就连印度的朋友就要跟我打 YouTube 切的，哇，惨了咯。那这以后我 YouTube 不是要打三种字幕啊，但是如果他们订阅我的话，他们看不懂，这样好啊，是不是？哎，真的，昨天才讲罢了。你们看，我现在又来到什么地方？我寄一个人都要来数传播，哇老喂，哎，没办法，可能这是工作。对了，所以现在呢，我就要开始我要做贡献了啊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我就也是一样以 vlog 的方式来拍，秋秋看一下，对吧？你们要耐心看下去，真用心的拍，真用心的剪，你们不看的话，我也伤心了嘞。好嘞，所以我先工作先了，等一下我们才来继续。OK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给你们看一个很打工的东西了 ，OK？ 其实我以后啦，我 YouTube 真的混不下去，真的如果啦，我可以找到一个新工作，就是哦，我用自驾琴来做 DJ， 这些真的很打工。我弹一次给你们看啊，给你们带入那种 DJ 的感觉，给你们听一些经典的歌曲啊 ，show off 一下喽。才华横溢的一个人来的啊！真的，以后如果找不到事，我就靠你来做 DJ 了。可是做 DJ 那时候人家都是没有用这种东西的哦，我们都是打碟的哦。啊，算了吧，哎，讲话了。OK， 现在呢，我要去找看我的第二餐了，看一下有没有便宜一点啊。因为干嘛？咖啡冰8块，他的8块云顶买了没？我买咖啡冰2块，然后是8块，然后8块呢，还有2餐。加上我的宵夜，不要紧，我回去找找看先。现在没看到画面，可能有点暗啦，因为这边没有路灯。然后现在呢，我要打包我第二餐呢，就要吃一个鸡饭了。原本我想要买 Lamley Burger， 可是3块多加买一个15块，然后没有差那几块钱，倒不如吃饱一点。所以我就来到我以前每一次都来混、都来吃东西的地方。烧鸡饭一个。来，对，谢谢。对了，我打包好了我的第二餐鸡饭，然后第三餐呢，我们这种身为 YouTuber， 我们时间就是都把你到完了，没有早餐，只有午餐、晚餐跟宵夜，啊，讲多都没有用了，回家吃啦，第二餐。啊，终于可以吃到
我今天的第一餐了，不过想一下，好像也是蛮久没有吃鸡饭的感觉啊，你讲真的，差不多也不多久了吧。我的第一餐跟我第二餐是一起的，丢丢过的生活，嘿，我的讲，嘿。呀呀，鸡饭，鸡饭。哇，有鸡的味道。啥？然后我很开心哦，很多人都有去留言你们的选择。其实我还蛮怕是这个系列没有人看得懂吧，然后也是没有人留言。我还有一个，不懂是谁，可以不要每天拍这种废片吧？没办法，我们人都是废，你要看不废也去另外一边看，别来我这边看。我们没有必要哦，把我们废废的性格做去不废，然后变得很正经这样，很正经的你们会要看呗，是不是？嗯，我身边连续四个人一起出影片，今天 Yugi 又出，轮子哥也出，艾薇也出，我边吃饭边看了。Yugi 哦，他上了 EVS 你永远就只有用这一个吧，知道吗？这个，啊，这个，这个。他就不行了。OK 啦，刚刚已经吃饱啦，啊，现在有多的时间呢，我就来剪剪片先啊，刚刚拍的东西，至少等一下不用一次过剪这样多，也不会这样累啊。等一下还有第三餐啊，不代表吃好餐就没有了哦。我们这种 YouTuber，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都是啊，啊，几乎都是很少吃早餐的，有一次就是午餐跟晚餐，我们就是晚餐跟宵夜啊，所以我就剪剪先，等一下肚子饿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去打包，知道吧？我们 YouTuber 的生活就是这样子，又快乐又，不能形容啊啊。减肥先，减肥先。现在呢，我就要买我的第三餐了，我还剩下3块，所以3块的话，我觉得真的是只有可以吃妈妈当嘛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选择了，真的我想不到别的别的东西了。打包了，然后回来呢，又是时候给我们选择 A、B、C 的时候啦。啊，有没有觉得很期待嘞？也是我觉得蛮好玩一下的，只是希望我的 content 不会穷掉啦。反正你们选什么我就拍什么咯，就这样 steady 的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现在来到这个 VFC， 蒙古斯洛蒂克松度啊，我这边讲话比较难点，因为他们的那种车啊，摩托声很大声。老板，我领你 ，Thank you。啊耶，也打爆了。哎，不重复讲了，你们知道啊。哎呀，哎，现在用2块又买一个。老弟告诉我，昨天就吃了，今天就吃，哎，我们不要讲多，我们来吃好了，吃好了。哇，老弟告诉我啦，所以今天总结挑战10块钱吃三餐。超级成功好啦，2块咖啡冰，然后5块鸡饭，然后罗蒂共送2块，就剩1块。嗯，小问题不了的，挑战吃三餐，是不是？还有刚刚哦，我没有肉肉的嘛，让老板问我，你咩不？好啊 ，Camera， 哦，你们呢 ？DVD 加 DVD 啊，我看到也是这样。不干不干不干，我用 YouTube 的，哦 ，YouTube， 讲了一大堆那种，他们的语言我有点听不懂啊。我就问他，他很尴尬的笑啊。现在来给你们选择 A、B、C 的时候了啊！啊，我整个懒得去哇！哎呀，明天星期五哎，也就是你们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啦，我们都是一定固定都有出去拍摄的嘛。我就想到找那些东西来弄他们啊 ，A 不能做 ，B 不能说，跟 A 有点像啦 ，OK， 有点像啦。C 讲苗语过一天啊，这是他们最讨厌、觉得最贱的 vlog 啊，就是做完我一打的。这三个不管有没有讲剪刀，你们都会看到他们中打了。就连我们新嘉宾女生也是，我不屌，加入到我们没几个男朋友啊，一样啊，哪一个被选的最多就排哪一个好啦。OK， 我等你们的答案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